有看到的应该都知道，就是这一次的话，其实真的是大突破。都是女生，所以其实没差。所以女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职场。林莎性感小厨娘，奶油遮三点，漂亮妈妈罕见曝光。希望我也可以像今天的天气一样，就带给大家温暖一样。一定的，会不会？会。那下次猪猪会不会再来？会。各位观众，台版《三生优雅》林莎第三本写真书，化身性感小厨娘。感谢支持。哎，对了，连莎妈都从高雄北上，还不快点叫岳母？很 OK 啊，就我觉得是很健康的拍摄方式。对，我觉得很好看啊，我觉得很好看哎，真的。奶油遮，对，遮住奶油，就是三点，几乎是全裸遮整腰部位这样。下一本的话还能再突破吗？一定要啊。不是能不能，是一定要，不可能三点，不可能。但就是想说有没有别种不同的，全是这样子的方式。妈妈会下令您她不能交男朋友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也都很开心？我都是以她为主。那您想回想？现在没有，对。有追求者？有，我不知道几位耶，但是就是哇，妈妈笑了。所以还不打算谈恋爱？就是还没有想说。有这样子的人出现，这样。所以追求的是圈内吗？没有，圈外。所以有让你觉得可以有进一步发展性？目前没有哎。目前对。打枪很多人。对，目前就是觉得哦，先以工作为主。可是不能暧昧。我自己是就没有，对，因为太忙了，而且我很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